这个通常是在这个 APP module 里面导入的，就是我们需要用这个系统用一个组件的话，我们它这里面过程是这样的，这 APP module 是这个 TS 里面导入，让它导入这些组件，导入这些组件对吧？导入组件以后呢，在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这个 ng module 这个就比如说你的 component 里面。component 里面，这里又要进行一次导入，知道吗？这个 ng module 就是它没有用啊，没有用，因为这个它就是一个 APP。如果说我们做了自己的这个 sub module 的，相当于是，就是有很多页面的系统，这里面它没有做，就是子页面，这里就是都是 APP 的这个东西，所以它就不用了。所以我们在这个 APP modules 里面导入以后啊，还要再把它添加到自己的这个页面里面使用的这个 module，然后在自己的这个 HTML 模板里面使用。行，我们继续往下看。添加文本和图标，对吧？这个图标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讲过了，就是你这个在这个但是这个 list 里面。比如说，特别是菜单呢，像主那个菜单也是可以这样去添加，就是作为 list 的，它有那每一项就是一个 list 的 item 里面的内容呢，我们可以自己去定义，可以去自己定义它，包括它文字长什么样，然后它的 icon 长什么样，它这是一个邮件的标记，然后有多行列表，这个列表的话，我们一般的是，这列表一般的是横排布，如果它这个 list 是横排的话，它就需要，就是可以想，如果排成多行的话，这里面可以给它指这个 lines，指 lines 就是现在 lines 等于3的话，这里面，它就会，就是有。就是分三行来显示这些东西，分行就是变成纵排了，那这就变成纵排了，相当于是，就是这个就是横排纵排的问题。然后交付事件，然后 do something，就是你可以甚至把传递参数，然后让这个 TypeScript 里面的这个方法来响应。多选列表这个。就是列表的每一项应该就是要可以选择，所以说这个就是这里面就要可以多选的话，因为正常的话你一次只能选择一行嘛，对吧？然后需要呢多选的话，需要用特殊的这个MET Selecting List 来做数据绑定的时候呢，当然它也是需要做这个循环的，循环的绑定。做这个，你看 ng 用 ng for 这种标记来循环这里面的每一行，然后用什么来标记选定值呢？来绑定，用 ng model 把 ng model 来绑定多选列表的值，就是把这个 select items 用 ng model 这个变量。绑定到这个 select 里的 items 里面，这样的话，我们这都是在这个TypeScript 里面有定义的。然后多选以后，那选中以后，比如说你按钮触发这个事件以后，那你直接用这个变量就知道画面上哪些被选中了，对吧？全选和取消，它这个既然是可以全选和取消的我们可以加按钮这个。只要它响应对应的这个方法就行了，就是你可以这个在 TypeScript 里面写这样的方法，写这样的方法，然后写完了以后呢，这里边，然后再给它加上按钮，加上按钮就可以让它响应这两个事件就可以了，就响应用户操作，这是 onSelect 的，onSelecting Change 就是选择变化以后的处理，选择变化以后的处理，然后。禁用选项，那这也是可以用 disable 的，
来处理的。行，我们大概知道了他这个，学会了他这个单选框，单选这个列表啊，这些基本的这些操作，或者多选的这个列表的基本的这些操作。这里讲的不是特别全啊，细节的东西呢，大家可以用 ChatGPT 进一步生成这个例子。但是就是了解一个样式，了解一个基本的样式。然后呢，就是有时候这个页面的这个布局有多行多列，那特别麻烦。那我们怎么就是有没有更好的这个布局方式呢？这里面就是叫网格系统的布局。网格系统的布局，它是个叫 grid list module， grid list module。然后我们创建一个基础的网格，基础的网格用这个 mat grid list， 你有这个四列就是，然后这个循环以后就是每一行有哪些东西，这是 title grid 这个变量呢，你可以绑定那个 title 点，是画面上那个 title 点 course 它的名字，你就是存到这个里面，把这个它的每一列的名字存到这个变量里面。就比如说数据库里面读出来的，或者是固定的，反正这个就是，用这个方式就可以把这个 title 点 text， 作为它的这个 title。但这里边光这个 title 可能没有啊，应该这个既然是 grid list 的话，下面肯定还有应该有这个content 之类的，就可以做到这个，因为这里边的每一个就可以做响应式。你可以绑定它的，绑定事件、绑定按钮之类的，都应该都是可以做的。动态网格就是，如果说你的列行都不限，也是可以做的，也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这个。布局和导航响应式网格，这里边的话，就是说 ，CSS 是用媒体改变网格的列数，如果说我们需要改变它的列数的话，怎么去做？是媒体查询，然后响应事件这个，在 TypeScript 里面，这里面我们初次看到这样的这个 TypeScript 的代码，它这个就是这个 ng onInit 是它的那个相当于是结构函数，这 construct 虽然是有啊，这 construct 的时候是传进来的参数。传进就是也这个真正的结构函数，这个我说的有点错啊，这是结构函数，但是那个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一般的系统呢启动的时候执行的结构函数就会执行 ng onInit， 它也会同时执行的。这个结构函数里面只不过是会把参数传进来，它需要什么参数，然后这个这里面的话就是。就会直接执行这个 ng on e 的，其实应该还有很多这个变量的定义，然后这里边的 grid course 啊，这里面，变量定义的话，需不需要明示的去定义？有的尽量的，我觉得应该尽量的明示的定义会更好一点，会更好一点。就是这个，你比如说 this 点 grid course 等于二，它这个如果是你没有定义的话，它在哪里，对吧？就是有时候会。需要先定义这个变量，然后这里你是起的话，就是这里初始化的时候已经设定好值，那就是可以动态的这个更改这个页面的这个样子的。然后侧边栏 set lobby， set lobby 其实是一个，因为正常的我们一般的这个页面都是 head 部分，这个 set bar。然后 foot， 然后 content 的部分，对吧？然后大家都会采用这个里边的话，它有标准的这种组件，帮我们做这个东西。因为 sidebar 刚才我们讲的应该是我们刚才讲的一种，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 list 的 content， 但是，它又不同于内容里面的，可能需要进一步加一些特征吧，加一些特征。它所以说它这用了这个 sidebar。这个叫 set lobby 的 container 来做这个东西，用这个组件。
Mathsad 那笔 module 它里边的这个，这个里边也就是说，这个这种模块里面它能使用哪些标记啊？大家看例子，一边看一边学，然后逐步扩充自己的这种知识范围，然后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这种布局操作。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可以让它显示啊、隐藏啊之类的。就是左边栏的话，应该有时候可以显示、隐藏，就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总体上的话，你就是可能需要做一个这个总体的，因为这个就是这个页面的话，一般的都是遵循这个模块式布局。模块式布局，你一个页面它有这个 head、sidebar。或者说你把这个各个子模块做好了以后呢，还加上它的 contents， 然后 contents 的时候，那你就只需要专注它的 contents 那一块。这里面的话就基本上都是应该这种形式。然后还有塔破布局，就是一个东西分很多页，它可以使用这个塔破式，就是这个在主的主要的这个内容这一栏里面，就是它还需要分几个 tab， 就是可以用这个 tab 来布局。基本上 tab 布局的话有几个，你就也可以写成，如果是固定的就是固定的，不是固定的也可以做成动态的啊。这些就是说，还有你看它也是可以做成动态的，有几个。然后根据我们 TypeScript 定义的这个变量，塔布的话，它应该有自己的标题，对吧？有自己的内容，内容的话，可能就是更复杂的，那就是不是简单的一段文字，然后高级组件，它还有这个 table， 也有 table 的这个布局 ，table 的布局的话，这就是 MathTable module， table 的布局它的好处啊，应该就是直接可以把数据绑定上去，因为如果是我们前面讲的 list 或者这些，虽然有时也可能做成像 table 的，但是如果说你，数据本来是有格式有规范的，那你就用 table 这种布局，那就更简单一点，因为有了 table 的话，它就可以做更多的操作，像排序啊、过滤啊、分页啊。各种行的操作之类的，数据表，还是数据表，这可能是有点重了啊。然后这个对话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做什么操作的时候需要对话框，对话框就是这个，它也支持各种各样的这个对话框，对话框的话，对话框的话，有时候弹出框里面和这个，背面的页面经常需要进行数据传递，这里面就会就是说在这个对话框启动的时候，就是 TypeScript 里面我们写的，比如说 onOpen 这个对话框，它的响应的时候呢，当然一个是简单的响应，它是从哪个这个组件上打开的，就是浮动在哪个组件的上方，然后你也可以给它传递一些参数，就是通过这块的这个参数传递。这个参数传递的话，基本上在这里面都是用 JSON 格式，对 JSON 格式。因为 JSON 的话，其实在 JavaScript 里面就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就是对象，然后对话框它这个我们需要给它一般的加一个这个 after close 就是。如果是 close 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些什么操作，需要把什么，值传递过来，就是用这种方式把这个值传递过来。还有这个表单对话框，各种复杂的对话框啊。比如说 conform 对话框，就是，往我们做一个操作以后，需要做一个确认动作，是吧？然后。其他的我看还有什么轮播图，这个是有时候就是
作为画面板，就是自动的不断的显示一些不同的图片，你要给它设定几张图片，这几张图片不断的这个变化，这个是一般的做这种媒体网页经常会用的，其实不是特别麻烦，就是设定风格啊这个东西，固定了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它这个 material 是吧？它有几种预定的样式和预定的主题，我们可以在刚开始啊，就是我们在例子里面刚开始就可以去选，就可以选，就可以选择这个东西。它有这样几种这个可参照的样式，就是色调不一样，这个具体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根据它的名字，用它的名字去选。如果不行的话，大家可以制定把这个就自己做一个，就是或者拷贝，就把这个色调啊风格一改，就变成一个自己的也是可以的。这后面就是创建自定的主题，然后这个这里面有详细的创建自定义主题的过程。我们首先要加入这个 Angular Materials 创建这个 custom 的这个 CSS 文件，然后把它 import 进来，然后书写这个文件创建主题，创建主题包含主题的样式。当然你可以就是加一部分啊，就是或者从它那个原来那个主题里面做一些继承都是可以的。然后部署和优化，其实这里面是就是 ng 的命令， ng 的就是这个 angular 本身的命令跟 materials 没有太多关系。我们创建这个发布的这个编译，发布的编译以后它生成这个优化的代码放到这个 disk 的目录下面。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渐进式的这个工作方式，其实我们在那个 angular 里面可以详细来讲，就是这个里面因为这一节着重于讲的是这个它的这个就是 disk 里面的就是 materials angular materials， 所以关于它的一些测试啊，关于它的一些这个绑定的这个语法呀，空间组件开发的这个语法就没有讲的特别细啊，就是讲了这个 angular materials 有哪些组件可以供我们使用。然后这最后面就是怎么去上传，然后进一步的话大家可以看有很多这个官方教程，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吧。